榴莲回去，等一下车子全部都臭掉，所以还是买那种榴莲饼，它经过这个包装的话呢，就没有那么的没有气味出来。一口下去好满足，我老妈她现在不敢吃这个，她怕发胖。真的里面还有一坨那个，它这个分量还是很足的，就是拿在手上那种感觉很重。Nice.